咚咚咚咚咚咚。啊，廖天赶快玩一玩，不然到时候又被爆了。哎，神探廖天丁，看一下，里面还有台文可以选。我看一下 WASD， 好，用到滑鼠。啊，这是之前那一款嘛？哎，还可以接下去，试玩版的剧情还可以接下去。试玩版刚好跑完那个新手教学嘛，打完大肥哥，廖天丁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。有点忘记怎么玩了。来到了鼎新茶行的地下室。哎，喝茶是怎么放技能来着？看来就是这里了。我、哦、没有，要再打他一次啊！当，开战大肥哥。按这个，哦、我是用子弹的背面打他，对哦，想起来了。那还是中文好了。台文，我看各位这才疏学浅的，也看不太懂。吼吼吼！看来就是这里了。已久二个月。别忘记。快点，我死呀！我死呀！别忘记。哦，对哦，可以偷别人的武器啊。别忘记。龙回师。哦。别忘记。别玩了，打狗棍法！别玩了，龙威西！别玩了，龙威西！别玩了，干！龙威西！哇！哎，怎么可能？廖天丁死了、啊，怪怪的。龙回戏，我刚刚不能回避啊！别忘了，龙回戏，他这边也有判定啊，是吧？别忘了，干！别忘了，龙回戏！哎呦！别忘了，别忘了，干！别忘了，龙回戏！对好，还可以挡子弹。别忘了。别玩了，龙回戏！哟，好，好，哟，快，快，别玩了，哟，龙回戏！别玩
call！ 太可恶啦，廖天丁！廖天丁倒转身子，一记反踢，把黄金球踢回了黄金雕像，金库瞬间崩塌了，顶薪没了。哈，可怜啊，你从乡民身上抢走的东西，我要带走了。可可，正当阿才要开门的时候，一道黑影出现了。是，是你。秦九来了。我如愿的卡箱。顶心整栋倒了呢。哈哈。好好好，廖天地，哎，胡子大叔，先走喽。水煮蛋34个月，哎呦，胡子大叔不想放走我们哦，想抓我，哎，试试看。嗯？哦？哎？烟雾弹呢？阿林怎么在这里？这样就溜了。救济路边的乞丐。哎，这些是猪头堂抢走的东西，发还给乡亲吧。那边的乞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哇，可怜啊，可怜啊。贼粉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来，我来帮你们了。你太慷慨了，我把珍藏的好东西送给你。2%机关伤害，这个没物了。东西都物归原主了。白天被抢走铜牌的老伯不见了。哦，那个牌子就送你喽。这块牌子交给你很适合，这个牌子可以让你大富大贵哦。哦，丐帮帮主，哈，这个铜牌有百年历史了，但看不出来呢。哦，我们要在这边盖一个免费的夜市。28宿会大弟子清风。哦，是一个抗日组织，带头的阿彭斯法力高超，可以叫僵尸。清风就是他的大弟子，也是个高手。哦，要不要去他的庙玩玩看？在周仔庄那里。哦，好，来去庙会那边玩玩看他。好，我明天早上城隍庙集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啦。警察署，打开啦。好。我要日本人要发飙咯。虽然廖天丁跑了，但我们破获了大道城的假查案，竟然是顶心王文长。总督调我回内地五年计划做准备了。哦，假查来了。岛田雄之介，请你尽快收拾东西，明天我就要在这里办公了。那这个装备跟隔壁两个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哇哇哇，还会瞬间移动。
饭真好吃。哇，前辈出来了。先輩，范刚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我要去高等警察课。这是白色的警察，全国最顶尖的警务单位，白金的殿堂。有。老天雄之介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台北的魔术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对策了。犯人竟然有两个、哦。哈哈哈哈，黑衣人怎么有两个？来讲天顶打破王文忠的金库，替百姓讨一口气。这个过程中，又搁熟悉28宿会的清风，无意中搁去捡到一块古早令牌。另外一方面，北警察署新上任的署长刀田，伊甲廖天顶的未来有甚么款的冲突？同一个时间，两个乌影人当伫咧密谋邪恶的计划，这和天顶搁有甚么款的牵连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二回，枪气弹药切烂。第二回，葬身大海。永乐亭，啊，城隍庙怎么那么小间？廖天丁可以随时回来找吴露天讲古，回忆到之前的关卡哦。阿林说要带你过去，人怎么还没来？我先来去江月楼，一定要先来去江月楼找朋友。聊天室又躺在这，这我一定帮了。这珍藏的东西就送给你了。死亡掉落金钱，少10%。是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？都是同一个、啊，加5%引流拳的伤害。这边在画画，阿和陀高经理，高经理这是卖什么的？经理在卖东西呀、啊。我好像来过哎，西门町嘛。哦，大爷，救救我！哎，我来救你喽！我凭攻击力。台湾人都可以跳到二楼吗？都可以吧。完全可以，看来是完全可以。加十八步枪的攻击力，现在还有步枪可以用。对，怎么有这么多乞丐啊？他感觉好像一直到前面埋伏我。火箭筒使用量增加，那还可以用火箭筒。现在要去哪里？为什么我走到底了？这边东西。阿玲哎、欸，阿玲跑去哪里了？哎，怎么这又有一个乞丐？真的是大好人啊！用的数量，让我看一下。江月楼，要从这边走这个日新亭过去哦。哎、欸，又有乞丐！油品使用量
心体。聊天室也太多了吧，都在这里。有两个乞丐在欺负人呢、欸，哇，这两个乡民。叫帅呀！在这边欺负人呢、喔。没事了、啊。他在日本人的店里工作啊，怎么会想去帮日本人做事呢？我要学日本人的技术，开一家很大很大的店，大家都有工作有饭吃，还可以赚日本人的钱。赞啦！我的店面在北门町，要买肉可以来找我。再来要混入江月楼，我、哦、竟然是写英文的。应该就是那个年代的101吧，地方可以爬进去，哪里可以爬进去嘞？哎，爬进来了。阿乖，我来啦！阿乖怎么不在呢？奇怪。哇，阿乖跑出来了。阿乖是廖天丁的青梅竹马，被卖到台北去了。廖天丁三不五时就会来找他。我今天一大早才来的，马上就过来喽。哎，被你抓包了。东西嘞？来，台中的麦芽饼。吃麦芽饼，再存三个月的钱就可以赎身了呢。钱的事跟我说就好了，昨天的金库我拿一袋就可以赎身了。不行，约定过了，做贼只能做义贼。你看乞丐这么多，也是哦，我一路走来乞丐真的好多哦。我刚一路走来，见到一个就处理一个。啊，警察来了呢！哼，让我给他一点教训。现在要先躲到床底下，是不是？哼，可恶，又是古山这个家伙。等阿乖赎身之后，就带他回清水吧。少机关造成的伤害，金刚护。包大人来啦，皇上也要来啦。也樱花下下两个月。阿玲跑去哪里了？又有乞丐，这我一定帮啊！他是义贼廖天丁的，加25%的钱。阿玲说要带你去周仔庄，人怎么还没来？终于来了，哎，上车吧，多谢。哇，他竟然有一台这么帅的车哦！哇！大轮子的嘞，保时捷。吼！廖大爷来救救你了，这些钱都给我，那我也给你这个，越来越贵了，气加一趴。他去渡船头了。哎，这位是阿牛，我换铁的好朋友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廖天丁。吃饱未，阿牛？嗯。
他就喜欢讲一些乌鲁木齐的话，但他没有恶意。哎，上船了，罗兰。第一号。呵，呵。哦。哦，我们没有钱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税金总共4.50元。没法度啦。4元都付不出来了，太穷了吧，阿牛。啊，不然你们把牛给卖了。卖了牛就活不下去了。哦，哎哎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他们欠的钱我来帮他们缴。来，5元不用找。少年呢，多谢啦。哦，你是外乡人哦。哎，我要去忠义宫。多谢。我就是这样行侠仗义的。全套。忠义宫哦，大间的哦。这里有一个信徒，可以喝茶，你可以准备一下。看一下，等下 I 可以抽筋拔骨、回天、探后戏，还有阵地棋。哦，哦，这么多人啊！要起价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乡亲，这些壶啊都有王爷公加持过，1张30元。我两张，我要10张。呜呜呜，卖光光喽！哦，天丁兄你来啦！啊，难怪这庙这么大。拜拜拜拜。第28宿会的掌门丁鹏。阿彭斯，你有一面古董的铜牌，帮你鉴定看看。来，指点指点。这是大出海的令牌啊。黑胡子，他是一个巨大的海贼，他旗下有数万名海贼。哦哦。李敖先立下战功无数，还配有私人的娘子军，都尊称他是蔡妈妈。在一次海战中，蔡妈妈不幸战死。哦，哦，这个是一个藏宝图哦。嗯。不好啦，不好啦！阿台怎么了？六叔公跟宪兵打起来啦！还好一些弟兄经过，把他带回来了。啊，六叔公被打成这样哦。谁要你们多管闲事？我不击拳3下就可以。我们半路上遇到了宪兵队，打了起来。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是大家都受了伤。今晚的任务没有办法了。哎，六叔公已经不行了，我看就由我亲自出马吧。这样吧，什么任务？或许我可以帮上忙。我怎么感觉这群人合力在演我？这任务不简单，清风把任务告诉他。最近我们得到情报，他们运来了一批军火，我们打算把军火偷出来。军火放在警察署的地下军火库，明天一早就要运到全台各地。今晚是最后的机会，天丁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哈哈哈哈。那这次就麻烦你了，以后就当这里是自己家，哦，以后我就住这间庙了。
哈哈，二十八宿会的人真有意思，竟然要去偷军火。小军，哦，这是我师父是不是？师父又来了。呀哈！去朝阴洞口。我一直不爱和你落山，你敢知影原因？你讲我不给学无头，出来走跳，敢那和你闹亏尔啦。哦，我今年有升官时节。你讲足侪摆啊！既然你拢知，为什么搁一直乱乱说？时节急未来，我就是无聊死啊啦！我袂讲。哈哈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廖天定，轻如鸿毛。哎，看来我就算拖你回去，你还是会偷跑。你就在台北好自为之。那是我恨你不忠贞，谁给你俩等于锁定闭关？哦，是。啊，好好练功呢。先验收上次那四招流影拳，来、欸、用用看。出招吧！看招了，师傅。都无可惜。哎，是安怎练的啊你？哇、哦！师傅变两个了。身影无踪。嗯。起来吧，这招叫神无影，是本门的绝学口诀，记起来。神影无踪，神无影，遭受攻击前的瞬间 L shift。 哦，天机不可老下，我为我知啊。嗯，敢会跟这颗臭小鸡的激素有关系呢？绝学这么容易就学会了，来喝茶。哦，是刚才帮忙我们的年轻人啊，阿牛啊，就是他。白贼妻爱说谎，但有时候谎话也能帮到人哦。你刚刚帮了我们，我们要回礼才行。这个给你，还能给什么？橘子啊？多谢啊。得到了三针海味，吃食物回血变多。好，走。要小心地下室的队长。阿龙斯，哦，看来这边是卖装备的。我前两天到南部批货，收了几把不错的家伙，来送给你。多谢。日本的短刀，我用日本人短刀对付他们。还有一把玄铁的匕首，先不用好了。哎，修好了，阿水，你真是天才啊！也尬的06019，是丁义的丁，那还需要打吗？够安呢。就是安尼个安尼，哎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以后你看到这种站牌，按下上面的把布，我听到声音就会赶过来。哦 ，OK。啊，这么多系统。哎，我
的钱都被乞丐拿光了。日本短刀，我的武器会自己换日本短刀。哎，又是你们两个，住手！给我住手！我哦哦！空空打晕，打火棍法。啊！刘允全加50%。我已经少了30多元了，这乞丐一直拿，再走个几趟，我也要躺在这里了。北门町到了，你在干嘛？将的兄弟，一站就是我的念，那个聊天顶的团结。清水的气，这是天顶啊！伊的古代，你若心急无看，这首感觉要唱很久哎。咱若无爱看，安尼真无彩。阮今日翻歌，变的出来，翻歌搁变出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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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大兵，从小就不用工作了，好爽。着真牛，大细兄弟拢真爱狗，因爹叫做廖阿狗啦，住伫台中。那个牛馬頭阿狗哦，日本來之啊，改清水，伊大草地搁一庄位啊，天顶爱买去外围，因爹挡唔
好离开你。店顶啊，本来就是非常的好动不好静就对了吼。伊安尼啊，不时就是激群甲行动，人人呼伊是哪主公，做伊心肝内伫咧希望啊，吼、哦，想要去外口安尼走撞拍拼就对了。迄时海线未开通，也未开通海外线，就去盛兴拆车单，家己一个唔照搬，站过小路是半过山。古早的站名叫做站六分啊，火车啊一个大约啊一六块银，大路八行有啊脚滚，小路。我感觉就不是廖天丁的故事了。好、啊，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听啊！哎呀，我把阿布的奖状弄丢了。你有看到一个表框的奖状吗？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一定找。放过任何一个支线。奖状难道是这个？哎呀，没错，这是一点谢礼。长受伤后的时间，永乐体。现在是要去哪里？哎呀，我现在要去蓬莱体。一版字幕吗？我是略懂略懂。但我们这一台小朋友比较多，小朋友比较难看懂。我钱一直喷啊，哭啊，剩六十块喽。来停！哦，哎，这个乞丐要，哇，这个是贵的哎，哇，700块的乞丐。你也要太多了吧？狮子大开口。加5%伤害。哦，大家都在这里了。天丁兄，你来了！翻过这面墙就是警署的后门，地下军火库的入口。有个问题要先处理，里面有火。警犬守在后门，只要有人经过就会叫，一叫就会有警察过来。我们先处理这条狗。好。让警犬安静 ，OK， 让警犬安静。他就是饿了才一直叫，拿一些肉喂他吧。这狗只要吃太多肉就会打瞌睡啊。哈，哦啊，今天早上遇到的阿九就在肉铺工作。很好。報告します。宪兵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对28宿会了解多少啊？一个新兴的土匪集团，是一个道士。收到了密报，28宿会今晚就要来偷袭。嗯？哦？廖天丁也会参与？
光靠警务部的人应付不了廖天鼎，找了宪兵团的来了。嗨。哦，宪兵团的大光头佣兵。哎，我要搭车了，我要搭车了。是哎，台北的乞丐涨价了啦！哦，廖赏你好，要买肉吗？来，后面那盘给我两斤最顶的，免费哦，免费的。听阿九说你早上帮了他，这就当谢谢。来台湾生活，稍微学一点应该的。我的台语字典不见了，之后没办法好好学了。有个人进来偷钱，没想到连字典也拿走了。再帮他找个字典，把不把不？呀！见我走到哪都有这个乞丐在这边埋伏我。来，大笨狗吃肉，呜！进来吧。地下军火库。届きました。地底下竟然有一个兵工厂。好啦，又卡。嗨，这次一定要抓到廖天鼎。グズグズすんな、ボケ。あ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ヒュー、ヒュー。なんだか変態。その手は一体。哇，这强壮的手臂。正常人可以打到子弹啊，当然可以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那还没剪，加一个气。哦，还是要把门打开啊，还想说怎么没有开门的按键，原来是这一颗啊。重瞄准的机枪，哎，日本人的科技不得了。我拉死你！哦，是你。哇哇哇！铁门有点难敲哎。
好，敲的不太破。
作都不能放过。这个地下室好大、啊，撞一下就死了。这盾牌看起来很好大武器都用一下子身后的内力产生粘近距于脚底。这是人类的基本功法。想怎么跳就怎么跳。比较滑的地板。
挂包。那天津的对手都是这些杂鱼啊。火箭筒，接一下啦！打鱼，来一发没有不能解决的东西。把他打坏了。交出来。看来应该是比较低的难度。解剖一下，解剖一下，我不想，不想打人啊！不想打人啊，不要啊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我也不知道这关卡就是怪怪的。包一个都不能少。哎哎哎，出啊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拿下去。这么多的杂鱼怪啊。哦，这超，这招真的是很炫，全超人。别想走，我先走喽。日本人的喷火枪，
大破三层，这个地下室也太大了吧。墙壁拦住他，我直接就把他打回去。是他敌人掉落地下，还从这边打开吧。楼上还有东西，都是一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。军械室到了，哦。哎呦，其他人也走这条路啊！这里暂时不会有人来了，弹药都装箱了，可以走了。好，我再去前面探探。带着伙伴离开，为什么不能喝茶？万事小心了。钢铁人20个月。是玩具枪哦，里面是玩具子弹哦。这怎么凤梨啦？哇，双枪侠，这家伙力大无穷，杀人无数，人间凶器。天丁，你要小心了。嗯，我是走到圆山动物园了吗？嗯，怎么会有一只大猩猩？人间凶器！啊！啊！啊！回来！啊！哈哈哈！回来！哈哈哈！犹豫就会败北。哎，懂了，懂了。大战神仙兄弟，出来！天哪，出来！被他打到一下中，出来！出来！我的影子都不管。
大猩猩的皮真厚啊！阿台清风回来吧，大猩猩也一起装走吧。有这么多武器，我们搬走四箱。有差吗？啊，他用手枪对付我，我料天兵呢、欸！哈哈哈！你开看看啊！这拿剑的不好惹，快点搞在！啊！他的剑怎么穿过我的？哎，还好我在千钧一发之际使出了神无影，躲过了岛田的致命一击。哈哈，差一点啊，将军。台湾人竟然有这样的身手，警备手册第七条，开枪前须先刺激。この頃には必要ない。わかったか？哎，你要守法就好好的当警察，高警不需要你这种废物。高等警察部只接受精英，战利品四箱，那么大一个军火库，我们搬四个箱子回来。多谢。哎，三八啦，以后大家就自己人了。哦，你的衣服后面破洞了呢。左边呢？新上任的警察署长岛田是日本国一抓一的高手，不过伊嘛抓袂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廖天丁，但一声民主下了了，岛田敢会像安尼放天丁耍？啊，控制组织28宿会，后一步又搁有啥款行动？搁有就是古早令牌，这是关系到幺零保障的秘密，含廖天丁的运命，会搁有啥物款的牵连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三回飞天调查，要飞天了。老赵，我师父说要再跟你说那三道令牌的事，昨天只讲了一半，不过他一早就出门了。罗赖，嗯，阿台怎么了？下次去大道城的时候，帮我带些布回来。哦，这些军火放在地上太招摇了，我要用布盖起来哦。我已经跟布装定好了，我现在有事走不开。没问题。啊，不是把它盖起来就好了啊？庙直接变军火库了，这是台北吗？这是台中吧？真是好狗运啊，不止活着回来，还把任务办好了。哎呦，老欢搞，伤势好这么快啊、哦！